有灵感了、啊，有一点点，可以吗？这么多的见证人呢、啊，这种话不能随便，不能随便答应人家了。那如果真的没有敢出来呢？那就我们先说好不哭，说好不哭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五月天 Mayday 2020 Just Rocket 蓝补路上海站25日在虹口足球场起跑。继首场请来周杰伦担任嘉宾，周五组合引爆粉丝嗨翻后，王力宏26日才在青岛举办《龙的传人》演唱会。今晚更马不停蹄到上海担任五月天演唱会嘉宾，意气十足。阿信在台上问王力宏：“我们的约定还在吗？还剩两个月写歌，如果没有赶出来呢？”王力宏则笑回：“那我就先说好不哭。”超有梗回应，逗乐全场。阿信接着说，今天很开心力宏来到我们的第三场。此外，五月天今晚更难得解锁演唱仓颉、爱情万岁等经典歌，前奏参一下，全场尖叫声震耳欲聋，